我去我去，兄弟们，你们看我撞到了谁？看前面的101，打不过了就骂我。想必打 Q 区的应该都认识这个人吧？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在打游戏？管他是不是本人呢？这把我必须拿捏他。这把航线 P 港到核电站，因为园林有点远，所以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老家核电站。众所周知，跟乔伊抢核电站的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这把运气还贼好，落地就有信号枪。哎，脚底下来脚步了，简单把3楼的装备搜一下，然后等楼下的漏破绽。脚步就在2楼，往右拉了。你们猜猜我为什么收枪了？我们再看一遍。这他哥的一看就是酷风了，来给他做个动作。我真服了，他怎么在掐雷呀？溜溜球溜溜球。刚才我 AK 如果一梭子按到底，他肯定已经掉大风了，所以胜负已定，我们直接站在这给他一个大礼包。太坏了，一点不留情。兄弟兄弟，你干嘛呢？是不是直播间亏屏呢？我真服了。不是酷风，你搞什么飞机呢？啊，乔哥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来 Q 区了？我他哥来 Q 区看看这些身法少年怎么打单排的。我看你这把没机会了，得看我打一等级喽。你可拉倒吧，我估计你等会儿就没了。对了，乔哥，我俩的战神惩罚你什么时候做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急什么呀？惩罚我肯定会做的，但是得过段时间。行吧，那这把就让你看我怎么用脚吃鸡吧。这边酷风也是捡了我的信号枪，直接在圈边打了个空投。哎，原点有个人机，掏出大 AK， 哟，还是个6倍呢。不是这么抖都能给他打掉吗？空投落了，捡个空投，后面来车了。OK 呀，没用的酷风，这他哥都打不掉。一波拉扯之后，终于找到了破绽，直接高打第一打。OK， 这喷子是对面接子弹的。去你的，是个人机，这开车找人又看到个鸡哥。你他哥就是人机收割者呀。继续开车找人打。OK， 直接白给，还他哥的换位白给，太牛了。后面这个人也是一直苟到决赛圈，一个头没杀，直接被人带走了。来，有请下一位倒霉蛋，这哥们叫15岁，狠毒继父。不是现在的未成年取名字都这么取的吗？来看看这些名字里面有没有你的好友。我敢说10个里面9个都有。可以看到场上还剩3个敌人，前面一个，还一个在左边。还有7秒就缩圈了，来看看下面的跟他能不能打起来。这他哥都不嘎，这圈都缩到脸上来了，再不走他要没了。趁右边的跑路赶紧进圈，右边的蹦子还卡了一下，直接被带走了，我真服了。还给他机会让他补掉了，回个血赶紧去前面掩体后，但是这个掩体还不是圈呀，还得往前封烟呀。赶紧拿车跑路，哎，后胎没了，只能裸跑了。看到这里了，想必大家都能猜到结局是怎么样的吧。但是不到最后一刻，你永远猜不到这单排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。这他哥的对面居然让他自救起来了，他现在就站在这，哎，一动不动，但是卷轴没有起作用，对面盲扫一波也能给他带走啊，但是对面不中用呀，还给他回满血了，还让他一路一路往前封烟甩雷，最后他哥的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，这都能让他吃鸡。